好，各位同學，今日翻嚟温書嘅部分咧，係 participle phrases 分詞短句。咁我會將 participle phrases 咧分做兩部分嘅。一般嘅學校咧，中三考核嘅範圍咧，其實你應付到 part one 就已經可以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學校咧有教到一啲複雜嘅句式，包括咗係 perfect 嘅 participle 同埋 dangling 嘅 participle 咧，咁你就再繼續睇埋 part two 嘅部分啦。好，咁我哋咧 part one 嘅部分開始。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要認識 participle phrases 嘅結構啦。咁無論你係 past participle 又好啦 ，present participle 又好啦，咁、那個句子咧都有兩部分嘅。一部分咧係個 participle phrase 啦，嗰個分詞短句啦。另外一部分咧係 main clause 個主句。咁例如，如果呢一句以呢句例句子為例啊嚇。Injured in the accident, he had to withdraw from the football match. 好，咁呢個句子咧有兩部分嘅。前邊呢一個咧 ，injured in the accident 係個 participle phrase 嚟嘅。咁受傷咧，你係喺意外中係被整傷嘅。咁 passive， 咁所以我哋用咗個 past participle 啦 ，injured in the accident。咁呢一個係個原因嚟嘅，因為受咗傷，咁所以咧就要退出呢個球賽啦。後邊呢一句係個結果 ，he had to withdraw from the football match。咁呢一個係一個分詞短句加一個主句。咁呢個係一個 past participle 嘅例子啦。咁另外 present participle 咧。例如你可以講 having a fever， 因為咧發燒 ，I left the school earlier， 咁所以我就早退啦。咁前邊呢一個 having a fever 用咗 ing form 嘅，呢個係一個 present participle， 因為呢一個係發燒係你自己發燒啊嘛，你唔係被發燒啊嘛，咁所以我哋用 present participle 啦。因為發燒，所以我就早退啦。咁嗱，你見到咧呢一度咧係。都是用了一個分詞短句加一個主句，其實那個位置是不是一定這樣擺的？是不是一定是 participle phrase 擺開頭 ，main clause 擺後面的？不一定是這樣的，其實可以有很多變化的，那就視乎其實你那個分詞短句的作用要來做什麼了。一般來說呢 participle phrase 呢有兩個用途的，第一個呢要來做 adjectival。咁顧名思義啦，呢一個係好似一個 adjective 咁嘅功用啦。一個簡單嘅句子 adjective 單一個字嘅話，擺喺嗰個名詞嘅前邊，例如係the sobbing girl 喊緊嘅女仔啦，the flying bird 飛緊嘅雀仔啦，又或者 the broken chair 爛咗嘅凳啦。單一個字嘅話咧，咁嗰、那個participle 咧擺喺名詞嘅前邊，咁我可以多過一個字嘅喎，多過一個字嘅咧，譬如係 the girl， the girl 啊，sobbing in the corner， 啊喺個角落頭度咧飲泣抽泣嘅女仔，咁呢一個其實後邊呢一句都係一個 participle phrase 嚟嘅，咁多過一個字。呢一個分詞短句嘅作用要嚟做一個形容詞，去形容個名詞嘅。咁所以咧 ，participle 可以要嚟做一個 adjectival 啦，又或者要嚟做一個連接詞嘅。咁連接詞咧，佢有兩種嘅喎，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因果關係嘅連接詞，亦都可以咧當佢做一個表示時間次序嘅連接詞嚟嘅。咁一陣間下邊咧，我會俾多啲嘅 example 同學。咁首先咧，我哋睇一睇如果你要一個分詞短句嚟到做形容詞嘅話咧，個句式會係點樣擺嘅咧？嗱，第一個用途，將佢要嚟做 adjective 咧 ，you are giv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modify a noun。modify 中文係修飾啊。你俾多啲嘅資料去形容、去修飾一個名詞，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如果係單一個字嘅話咧，個 participle phrase 咧擺喺個名詞嘅前邊，你會講 the dancing girl。但係如果多過一個字咧，你就擺喺名詞嘅後邊啦。
The girl dancing on stage， 咁呢個就係喺舞台上邊跳緊舞嘅嗰一個女仔，咁但係都係一個女仔嚟噶嘛。咁嗱，呢一種嘅 participle phrase 咧，我哋話係要嚟取代 relative clause 嘅。relative clause 都係一個形容嘅補充輔助子句嚟噶嘛。咁睇下呢個例子咯。The woman is my mother. She is standing over there. 那個女士是我媽媽來的。哪一個是你媽媽？那裡這麼多人，我不知道哪一個是你媽媽。然後你說，哦，站在那個位置的那個女士是我媽媽。那如果我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 的話呢，我會用 who。The woman who is standing over there is my mother. 那這裡呢，都是有兩部分的。框住的是个主句 ,The woman is my mother。 红色的呢是 relative clause， 要来做形容的补充子句，形容个 woman 的。那你明白 relative clause 的作用的话，那你就会明白 participle phrase 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没了个 who， 那连个 is 都没了。咁就成為咗呢一句 ，The woman standing over there is my mother。咁其實呢個 standing over there 就係個 participle phrase 啦。呢一個 participle phrase 係要嚟形容前邊嘅呢一個 woman。咁呢一個嗰、那個句子都係有兩部分嘅，主句 The woman is my mother， 補充要嚟做形容子句嘅 participle 咧，呢個分詞短句 standing over there 就即係企喺嗰度的。那位女士是我媽媽，咁就同前邊頭先我俾嘅例子唔同嘅喎，因為前邊一開始俾嘅例子嗰個結構咧係表達緊因果關係嘅。如果你要嚟當佢係形容詞使用嘅話咧，嗰個位置咧就會先擺咗 participle phrase， 再擺個 main clause。但是如果你要它做形容子句的话，你一定要找回个名词，是跟回个名词后面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 function 啦。那第二个 function 我们说要来做形容词嘛，那但是形容词都有两种的。第一种呢是表达因果关系， to show the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那就是说呢，我用了分词短句呢，我就不需要再用那些簡單的連接詞，例如用 because 啊、so 啊，用分詞短句就不會出現形容連接詞的了。那 participle phrase 呢是個原因，個 main clause 是個結果。那我們一起看看這個例子啦。 James scared Tony in the lesson, so he was punished by Miss Tan。 啊，他上堂的時候在玩，這個 James 啊，他上堂的時候嚇啊 Tony，被 Miss Tan 見到呢，所以呢 James 呢就被人罰了。好，那這個呢很明顯見到一個因果關係 的連接詞在這裡。那我不用 so 這個連接詞，我用了一個分詞短句 participle phrase 去表達個原因。那 scared 呢，這個是一個主動句來的， James 去嚇 Tony， 主動句我們用 present participleScaring Tony in the lesson, James was punished by Miss Tang。 那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分词短句是个原因，后面这个主句是个结果。那留意，你记住那个主句呢，那个 subject 呢一定要用回那个人名，就不可以就这样照抄个代名词的。因为如果你用连接词的话呢，你用 so 这个连接词呢，前面 James 这个名字是出现过的，但是在 participle phrase 那里呢就没有 James 这个名字出现过的，所以你的主句呢要加上 James 这个名字出现了。好，这个是一个 present participle 的例子，主动句的话用 present participle， 被动句的话呢就用 past participle。 例如这一句， The bird was scared by the noise。 那这个 was scared 呢是被吓亲，雀仔被那个声音吓亲，It flew away， 那它就飛走了。因為被個聲音嚇親，那所以它飛走。因為我們用個原因，用分詞短句去表示。Scared by the noise， 這個是 past participle， 這個是被動句，所以用 past participle， 用 ED。 Alright， scared by the noise, the bird flew away。
好，咁無論你係用 present participle 又好啦，用 past participle 又好啦，兩者咧都可以喺前邊加個 not 嘅。咁例如啦，睇下呢句例子 ，Susan did not know the answer, therefore she kept quiet。點解佢咁靜嘅？點解佢唔講嘢嘅？哦，因為佢唔明啊，佢唔識個答案，所以佢就靜靜地咁坐埋一邊啦。因為唔識，所以坐埋一邊。呢度用咗 therefore 呢一個連接詞，我唔用 therefore 嚟到表達因果，我用 participle。OK， 因為唔知道，所以 kept quiet。咁因為唔知道係有個 negative 嘅 meaning 喺度嘅，咁我哋就加個 not 喺前邊啦。Not knowing the answer, Susan kept quiet. All right. Once again, did not know 呢個係一個 active voice 嚟嘅。Active voice 就用 present participle。咁呢個係一個因果關係嘅分詞短句。咁所以原因係個 participle phrase 擺開頭，結果係個 main clause 擺句子嘅後邊。咁呢一個咧係。用 participle phrase 用作為連接詞的第一類因果，咁第二類咧係用 participle phrase 咧去代表去顯示 sequences 嘅，去表達次序。咁所以嗰啲逢係表達次序嘅連接詞，例如 before、after 啊、when 啊呢啲可以唔用噶啦，我就用個 participle 去到表達。咁 participle phrase 如果係因果關係嘅話，個 participle 係因，個 main clause 係果。咁但係如果你係將佢表達次序嘅話咧，個 participle 可以係先發生嘅動作 ，main clause 就係後發生。咁我唔一定係先後嘅，我可以係長短嘅，長啲嘅動作用 participle， 短嗰個動作用 main clause。咁又或者其實唔係長短啊，係兩個同時間進行嘅。都可以的，兩個同時進行的動作都是用 participle phrase 和 main clause 這個 structure。 好，那我們先看看這些例子先。如果你想表達先後次序的話，第一句 Oscar said something hurtful then he regretted。 哦，他說了一些東西是很令人傷心的，然後他就後悔了，是先說了這些令人傷心的說話然後後悔。咁講嘢係自己講嘅 active voice， 咁所以用 present participle 啦，用 saying something hurtful， Oscar regretted。 咁嗱，呢一個如果你係表達次序嘅話咧，同前邊頭先嗰個因果關係嗰個結構一樣，都係 participle phrase 加 main clause。 咁但係如果你表達次序嘅話，你亦都可以將佢調轉嘅，你可以先講咗個 main clause 先嘅，再加翻個 participle， 就好似呢個例子啦。Oscar regretted saying something hurtful， 呢一個都係 participle 嚟嘅，呢一個都係一個表達先後次序，佢係先講咗啲 hurtful 嘅説話，然之後後悔啦。This is the main clause. This is the participle phrase. 好。咁如果唔係表達先後次序咧，我哋可以睇下長短啊。咁例如呢、這、一個Sam 哥佢剃須嘅故事啦。While he was shaving in the morning, he cut himself。咁佢剃緊須嘅時候，戒傷咗自己。咁唔係剃咁耐，戒傷咁耐噶嘛。咁所以剃須個動作係長嘅。咁戒傷個動作係短嘅。長嗰個動作用 participle。剃須自己剃，唔係被剃。咁所以咧就用 present participle。Shaving in the morning, Sam cut himself。咁又或者調翻轉個次序都得嘅喎。Sam cut himself shaving in the morning。All right。咁總之呢一個 participle 咧，就係第二個作用，要嚟表達次序嘅，係可以係先後嘅次序啦，先後嘅動作啦，長短嘅動作啦。好，咁所以咧，同學仔記住啦。你如果要將佢將一個句子轉 participle 嘅時候咧，第一樣嘢你要諗下啊，呢個分詞短句究竟係咩作用咧？佢係要嚟表達，佢係要嚟做一個形容嘅短句啊，定係要嚟做連接詞嘅咧？呢一個直接會影響咗你句子結構，究竟好似上邊呢啲
participle， 再加 main clause， 定係變咗好似第一句例句咁樣？我加個 main clause 嘅中間嗰度 ，the woman standing there is my mother， 定係會好似呢一句嘅結構，一個主句嘅中間加插一個啊，調轉咗添。一個主句的中間加插一個 participle phrase 去形容去修飾一個名詞 alright， 那這個呢就很影響到你的句子結構的，那如果不是呢就會個意思上呢是會更改了會錯誤的了。好，那來看回這裡重溫一次，如果那個分詞短句要來做形容的子句的話呢，你是將這個分詞短句放在名詞的後面，但如果是要來做連接詞的話呢，大多數呢就放在句子的開頭。好，那如果你呢冇經過思考，總之全部都將佢變曬 participle phrase 擺開頭，然之後主句擺喺後邊，咁嗰、那個句子嘅意思咧就會完全錯曬噶咯喎。我哋睇下一句例句啊，呢一句 ：The presents were bought for the children. They were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好，咁呢個咧 were bought， 禮物唔會自己買自己嘅，人買禮物，禮物被買。passive voice 嚟嘅，咁所以我哋用 past participle。系，咁呢啲礼物咧系买俾啲细路仔嘅。They were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呢个 they 唔系啲细路仔啊吓，唔系啲细路仔俾人摆咗喺圣诞树下边，系啲礼物。系，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呢一句佢想表达嘅系要嚟做形容词啊嘛。乜嘢嘅礼物系摆咗喺树下边啊？是那些買給小路仔的禮物就在樹下面，或者買給大人那些呢就放 在房 alright， 總之這裡我是要多一句句式去修補，去給多一些補充資料去修飾，不是修補啊，去給多一些補充資料去形容那個的禮物。但是如果呢 你沒有認真地去考慮那個 participle phrase 的用處，你就即係將佢用最簡單嘅前邊 participle， 後邊 main clause 嘅結構咁樣嘅話咧，呢、這個就會錯噶啦喎，呢、這個係唔啱嘅。我哋睇下呢句唔啱嘅句子啊嚇 ，bought for the children， they were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錯咩咧？俾三秒你諗下。好，第一樣錯嘅嘢咧。是個 pronoun， 我哋講過啦 ，main clause 入邊咧嗰個 subject 咧唔應該係 pronoun 嚟嘅。呢、這個 day 係咩嚟噶？呢、這、一個 day 咧係禮物啊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咧，首先最錯嘅第一樣嘢，我要將嗰個名詞變翻做一個，將個代名詞變翻做個名詞啦。咁呢個係 the present， the presents were put under。The Christmas tree， 好，咁樣得啦啩？咁但係呢一句咧，如果係咁樣嘅結構嘅話，係一個連接詞嘅結構嚟嘅喎，即係話一係就表達因果，一係就表達先後次序。咁如果係因果嘅話，係咪即係話因為係賣俾啲細路，所以擺喺樹下邊咧？呢一句句子冇表達因果嘅喎，呢兩句係。單獨的句子，只是說禮物是買給小孩子的，他們放在樹下面，不是因為買給小孩子所以就放在樹下面，這個沒有因果關係的，也都不是一個先後次序，不是先買了後放在那裡。所以其實這一句是一句個 participle phrase 咧係要嚟做形容嘅子句嚟噶嘛？咁如果係咁嘅話，我照寫翻呢一句主句出嚟先。The presents were bought for the children. They were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好，咁我哋咧將佢變做一句句子嘅話，其實係咪即係啲禮物？
係喺樹下邊。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將佢變咗做一句。The presents bought for the children were put under the tree。咁呢一句括弧呢一度中間，咪就係個 past participle 嘅形容嘅分詞短句，形容緊 presents 咯。買俾細路仔的禮物擺咗喺樹下邊。咁又或者其實我用第二個寫法，都係要嚟做一個形容嘅短句。我寫 the presents bought for the children。No. 調翻轉啦。如果我想嗰個重心個重點係話買俾細路仔嘅，咁我調翻轉我就用擺喺樹下面的禮物啦。The present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were brought for the children。咁呢一句個重點咧，都係用一個分詞短句嚟到做形容詞，擺喺樹下邊的禮物。是買給小朋友的。All right， 其實呢度都係用咗一個 adjective 啦，要嚟做一個形容嘅短句，形容前邊嘅名詞嘅。好，咁呢啲咧，呢部分咧，我哋温習咗 participle 嘅結構啦。我哋温習咗佢嘅結構啦，同埋佢嘅作用，要嚟做形容嘅短句，或者要嚟做連接詞。連接詞有兩種，可以係因果，又或者表達先後長短。咁一般咧，中三嘅同學咧，如果你識得分呢1、2、3三個啦，呢三個嘅用途咧，經已足夠噶啦。咁如果學校係有教到一啲複雜啲嘅句式，例如有 perfect。或者又教個 dangling 嘅話咧，咁你就要再睇埋 part two 嘅温習短片啦。咁暫時我哋就温到呢一度，同學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可以堂上再問我嘅。拜拜。